指挥室青龙接旨。 算不清的账，不然你帮我做件事。你要我做的事，我一定会做，不管你是骗我，或是不骗我。天地虽大，谁的大最快？ 就谁称霸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你还不是一样，把自己哥哥给杀了。大事已了，我会下来陪你。 站在战场的同一面，那该多好！在倒下之前，谁拦我，他就会先倒下。你已经利用完我了。